在电视台10年了，终于进入到一个发展的天花板。无形的天花板，总是拍不出自己满意的作品，出不了令自己满意的成果。我想，我应该去外面的世界看看。老张啊，广州师范学院在招教师，你不是想转型吗？去试一试呗。行行。不像北方的一潭死水，这里生机勃勃。我想，我来对了地方。喂，谁？哦，哪的事？哦，好好好，一会儿再打电话给你详谈，好吧？嗯，好好好好好。哎，喂。哎，张哥怎么老是这么忙啊？哦，这周五是吧？好好，行行行行行，好好好。电视人的日子是风风火火的，而校园是安静的，甚至是寂寞的或落寞的。哎，小子，这么晚怎么了？刚刚好接到到这来，可是这儿才不签我，我觉得我也没什么出路了。如果你再不帮帮我，反正这离海也挺近的。孩子想开点，先回住的地方，我明天过去看看。想开点，别做傻事。哎，刘台长，啊，我小张啊，张广谦，啊，深夜打扰您，抱歉抱歉，啊，有件事想请，拜托一下您。他是我94级的一个学生，毕业后找不到工作，我把他介绍到阳江电视台，但性格孤僻，对方不想要，最后我跑了一趟，把他安排到了一个县级电视台，干得还不错。2004年，学校搬来了大学城。学校也特有意思，这样的场景放这样的歌，知道的是大学城，
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跑到了黄土高坡来了呢。十年前的大学城没有配套设施。好，同学们，刚看完这个南方台的全民意识，生活和娱乐都不那么方便，感觉就像被困在孤岛上，但是个学习的好地方。一尺讲台一待17年，跟年轻人打交道，年轻的心态延缓了我衰老的脚步，无形中延长了自己的生命，而且是有品质的生命。我曾想过，如果再回到传媒岗位，能拍多少部片子，还有没有那种激情、朝气和闯劲。那么如果我能够把我的知识、经验，包括所有的方方面面都传授给我的学生，让自己成为传媒，这就会像接力棒交接一样的，是一种扩散性的传播。我觉得这样的自己更有价值。